这是我们在太空拥有的第二个工作舱和生活舱。中国空间站建设又成功了一大步，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幸福。盼望着盼望着，我们迎来了问天小伙伴。从今天开始，空间站就进入到了多舱段运行时代，我们的太空家园会越来越美好。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工作，建设好、维护好、运行好我们的空间站，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。正月，